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草鱼。嗨，大家晚安，我是珍珍。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冬天超级适合喝的汤。是什么？烧酒鸡呀、啊。是全酒的烧酒鸡还是半酒的烧酒鸡？你们平常都做哪一种？都可以。我们刚刚还讨论说，通常酒大家除了米酒，会不会有人用更重成本的加了高粱呢？或者是绍兴好像不太适合加到汤里面吗？喝了会全身超热、超温暖呢，就所以才说就是适合冬天的、啊，而且不是还有新闻说，就是有人吃完烧酒鸡之后，然后就开车回家，然后就被临检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真的有超过那个酒测值，有超过酒测值。对，所以大家如果现在冷冷的天，如果你吃了烧酒鸡，最好是在家里吃啊、嗯。但如果出去外面跟别人一起吃的话，要注意可以请别人开车，或是找代驾，或是搭大众交通运输工具，就是不要自己开车回家。太危险了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呢，就带大家一起来吃烧酒鸡。那欢迎大家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后哦。拜拜。